是阿三，我就想玩麦块。对吧？我今天给我看一个东西，就是呢，究竟啊，阿文，老板，你再换个姿势。究竟屏障能不能吃掉一体类的东西？还是哪一点的？还有一个我们最喜欢的六档，还有大厨师，六档红红的，不是还要吗？不用了，哇，吃掉了，连刚吃掉了，怎样？你吃掉了。嗯，怎么怎么吃？吃不掉。太刺激了！不要了。来，你看哦。那个东西，那么多龙岩加在一起，你直接灌成它，你直接看看能不能烧死它，你直接在空气中。给唱死了！哇，那你刚才有人接你，真是。哎呀，那那那！我看到刷单的，如何把自己烧死？如何把自己烧死？哎，这你刚好要。这样动，如何作死自己？而且我怎么讲？如何作死自己？烧死！哎呦，再打他！烧死！哎，这个还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各位观众，郑德纲的妈妈生气了，空气妈妈，各位观众，阿三跟你们说拜拜。阿三，不是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
我知道了啊！我要去讲大古课了，不是我，是妈妈，谢谢。那我们直接离开了。你们班长妈来揍我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们要来揍我了，那我先走了喽。快点，爸爸，请留下一个大大的赞，让我知道。你干嘛啦？小天干嘛？我走了啦。如果你有点大大的你的话，你呢？就。让我想想，明天就无限个零食可以吃，想不想？想对不对？那就给我一个留下一个大大的赞，让我知道。求你，慢点呐、啊，我吐了，拜托嘛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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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一直这样，我看看是怎样。